我们希望在这里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温暖的感觉，然后与环境与自然融合在一起。我们在盖这一栋房子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主建筑物它是一个比较一个简约式的一个低调灰色的，因为我们希望说在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它的屋顶它是尖的，跟后面的山峦是可以相接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的户外空间它是一个属于自然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内在的话是会期许说是一个与生活艺术做一个结合的生活美学。那其实呢，我们外面的很多的雕塑品，就像我们的犀牛，一个小男孩，以及我们的笑脸女孩，可能大家一进来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其实就像这两个小男孩小女孩，我们希望进来的客人他们是感受到笑容，去感受我们的一切，然后找回自己的童真。我很感谢我们的伙伴们都一直在包容我，在旁边协助我很多。其实我在这边最大的想法就是有立春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每一个人每一棵树都能好好的在这里培养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价值，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伙伴的期许这样子。其实我来这里最大的开心的部分就是希望伙伴们是能在开心的在工作当中，那也希望每一个来用餐的客人他们是收获满满的回去，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目标。对，因为我希望是真的是共好利他的一个状态，我期许是这样子啊。对。